给大家演示一下双面覆膜机的使用教程。首先来先认识一下配件，啊，这是我们的配件，啊，这是膜啊，这是我们的开关线以及这个支架。现在来组装这个机器啊，首先先把机器的外包装拆除掉。
现在已经组装完毕，组装完毕之后现在是通电啊，通电测试。再来讲解一下这个按键的作用，这个是开关面板啊，现在我们来先给打开，开电，开电之后呢，这个是红灯的啊，证明它的加热。我们这里的话先不要打开，这个按到一就是在加热，这是前进后退啊，按一下是前进，往下面按是后退啊，这是温度的这个面板调节面板，一般我们是调节到90度。然后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使用啊，我们现在这里先不要开啊，这个温度先不要打开，现在先把膜穿进去，平着放，然后按一下这个，可以调节一下速度，让速度进去快一点。进去的时候呢，后面要用手拉一下啊，后面用手拉一下，接一下。啊，好了之后呢，只留在中间啊，留在中间，不要拿开，因为它加热的时候呢，防止两个膜连在一起嘛，只就隔在中间就好了。现在可以打开温度了啊，打开温度了可以看到这个红灯在加热啊，红灯加热，温度要调节到90度，等到这个绿灯、紫灯常亮之后，证明温度已经 OK， 就可以正式覆膜了。OK， 这个绿色、紫色灯亮起的时候，证明已经 OK 了。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正式覆膜。覆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往后面去的时候手要在后面拉一下，不然的话这个膜会起皱啊，膜会起皱，手要在后面拉一下。如果说您不使用这个设备的，首先第一个关掉这个 OK，找一张纸，然后穿到后面去，让放在中间来，让不让两个膜连在一起。记得进去的时候呢，手要在后面拉一下。OK， 纸张停留在中间就 OK 了。纸要在中间。如果说您这个棍子上面有残余的胶，请记得及时清除。本次教程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观看。